直接支持吴志扬委员的版本，他已经送出卫环委员会，就在立法院的院会，他是可以直接三读通过的。吴志扬委员的版本不完整，麻烦把你的版本拿出来，麻烦把你的版本拿出来。时代力量高明在哪里？麻烦拿出来看一下。光是劳基法36条，劳基法36条，请问36条对36条实力的高明在哪里？可不可以让我们看一下？打假球嘛，偷说假的增加你也有吗？写在哪里？拿出来看一看。罚锾的提升你们有吗？写在哪里？拿出来看一看。时代力量版本里面通通都有，拜托回去看清楚，再来这边咆哮。你的36条没有什么。你的配套措施时代力量74条，亲民党也有版本啊，79条也有。指控亲民党的版本没有。没有，我们在这里也表达一下立场啊。时代力量的版本没有，白纸黑字都在那边，不要笑死人了，好不好？特别休假你们有增加吗？在哪里？版本在哪里？条文在哪里？我在这边等你们拿出来啊！我们有版本，是你民进党不审的。特别休假我们有版本吗？你们有招委，然后说民进党不审，你的逻辑会不会太好笑？你们根本就不来开会。在审查周休二例的时候，我要问时代力量在哪里？你们为什么不来？当天又送出委员会是3-2，国民党的3票，所以时代力量逃避，完全没有在现场讨论，不敢讨论，现在要来收割这个成果，这样子的行为大家没有办法接受。真正在委员会审查，一条一条审查的是国民党，所以当时时代力量都没有留下来审查这个法案，时代力量都没有留下来审查这个法案。你是真支持还是假支持？所以你自己要表态清楚啊！只有你可以指控别人吗？讲清楚。